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63页，从第三行看起，人力成就啊，这一段里面最后的一句自利心啊，自利最后的一句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人力成就，人力者忍辱之力，法住寺云，法住是日本真言宗的祖师，啊，他说人有三种，一者呢，安苦人，为于世间为事能受苦，违背自己的意愿能接受啊，凡是违背自己的不见得是好事啊，不见得对自己有利，多半是自己不愿意见到的，不愿意听到的，不愿意遇到的，这些事都能够忍受，这是安苦。第二种呢，不饶一人，为他于己有为损难受人，对我们自己啊，别人对我们自己有损害，没有利益啊，这种事情遇到了能不能忍，也要忍啊，菩萨忍辱啊，要修到底。第三种呢，法思为人，这是修学佛法，佛法要有耐心啊，要长时间，位于法无分别故，
此三人成就，故曰忍力成就。啊，这是法住法师他说三种。又会书名十人。会书里面说的详细啊，为我们说十种人。书曰：人之为德，持戒苦行所不能及，能行仁者可名为有廉大人。啊，这是前面解释这个仁字。仁，事出事法都重视。世尊在讲经教学当中把它列为六波罗蜜之一。啊，六波罗蜜就是六度，菩萨修行六大纲领。第一个是布施，第二个是持戒，第三个就是忍辱。啊，忍辱才能精进，才能得禅定，才能开智慧。啊，忍辱确确实实是修行成败的关键。啊，不能忍，什么都不能成就，世间法都不能成就，何况出世间的大法。啊，所以一开端呢给我们介绍啊，持戒苦行都比不上啊，能行仁者，能够忍受的人，可免啊，可以说他是有力的大人。啊，这个力含义很深很广，有智慧，有德行。啊，没有智慧的人做不到，没有德行的人也做不到。啊，所以这叫称之为大人。大人也是佛经里面称为英雄。释迦牟尼佛诸佛如来殿堂称之为大雄宝殿。啊，大雄就是大英雄。大英雄什么意思？常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。哪些事情一般人做不到的？这六度就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。啊，布施、持戒，特别是忍辱。啊，布施持戒容易，忍辱难的。啊，原本梵文里面只是讲忍，翻译的时候加了一个辱，
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古时候读书人最不能忍的是儒，你杀头才叫做无所谓，侮辱不能忍受啊，把这个儒看得这么重。所以这个翻译经的法师就用这个儒啊，人特别着重在儒，儒能忍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啊？这是儒家的时候，什么都能忍，儒不能忍啊。那么忍辱，正知，知是对知，成慧。通断三途啊，通了三途是贪嗔痴，忍辱能帮助你断贪心啊，能忍，把贪欲就控制住了。愚痴忍辱也能帮助断痴，断除愚痴，所以它能够对治三毒烦恼啊，就是通断三毒啊，特别是三毒里面的嗔恚啊。那么三毒烦恼所感的业报很重啊，贪图恶鬼道啊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忍的人跟三恶道的关系就很亲近啊，样样都能忍，这个是远离三恶道的好方法了。不能不知道啊，忍辱才能知足，知足跟出世间法相应啊。你看看菩萨成佛啊，最后这一次啊，我们叫最后生，他住在兜率天啊，一定要住兜率天。什么意思？兜率是梵语梵文，翻成中国意思就知足啊。如果不知足，菩萨成不了佛，要知足，知足常乐，知足才有成就啊！所以要住兜率天，知足天啊！菩萨一切知足了，再没有希求了，世出世间法都无希求，心地清净，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他都现前了。清净平等觉，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化身是真菩萨，是大菩萨。
啊，他们修行的处所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也称之为一真法界。啊，这个报土，菩萨在那边等待成佛，示现成佛，一定住在六欲天第四层知足天。啊，就是斗帅。啊，斗帅是示现成佛，为我们表法了。菩萨什么时候成佛？知足成佛了。那菩萨修行戒定慧三学圆满了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，智慧开了。禅宗里头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怎么成佛的？见性就成佛。在中国，慧能大师见性了，成佛了。能大师是顿悟，这种人很少见。啊，见悟的就多了。啊，慧能大师坐下有43个开悟的，这在中国禅宗史里头空前绝后，过去没有，过去都单传，师父就传一个学生，啊，后六祖之后也没有，顶多30个，啊，43个没听说过，十个以上的都没听说过。那不是顿悟啊，不是顿悟啊，见悟啊。能大师一接触就开悟了。啊，无足仁和尚半夜在方丈室召见他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当然不需要经本。啊，五祖讲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正因为这个关系，《金刚经》在中国佛门里面家喻户晓。啊，六祖会下这43个开悟的是见悟，有人跟祖师2-3年开悟的，有人十几年开悟的，有人20-30年开悟的，不一定。啊，那叫什么见悟，不是顿悟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开悟，稀有难逢啊！啊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海贤老和尚。这里有他照片相片，他不是参禅开悟的，
他是念阿弥陀佛开悟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事情，对我们会升起信心的，能整分起来，他能，我们都能的。他一句佛号，从来没有丢失过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啊，没有念出声音，心里头念，啊，他工作是在农田里面，啊，他耕种，耕种可以念佛，不妨碍念佛，啊。心里念阿弥陀佛，身体在田里面劳作，不间断了。啊，这个人的本质，他之所以能开悟，他居住的条件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凡是具备这个条件的，都有可能开悟，无论他修哪一个法门，啊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大乘八万四千法门，甚至于包括净土法门，通通在内，只要是真正老实听话正干，确实有开悟的可能。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啊！啊，不能开悟就是不老实、不听话、不肯正干。原因在此地。啊，为什么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？都需要忍力成就，我们忍不过吗？念念妄念就来了，念念杂念起来了，这就把我们的净念呢破坏了，啊，或者是念念忘掉了，忘掉叫失念。啊，这个佛号没有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忘记了。啊，想起来的时候念几句，念几声之后又忘掉了。问题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就？为什么老和尚能成就？老和尚20岁出家，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他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但是他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师父告诉他这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叫他一直念下去。他念了92年，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没有间断，没有丢失。啊，他可除了睡觉，他醒过来就念佛。啊，给别人应酬也是一样。张家大师就有这个本事。我亲近他老人家的时候，他接待宾客，给大家讲开始。讲完之后，他念咒，他不是念佛，他就念咒。那我们看他金刚尺，他是嘴唇微微动，没有声音。
啊，不跟人讲话的时候，你看他都在念咒，这不中断了，这叫功夫啊！啊，所以往生的时候火化，我们看到的一万多颗舍利，这台湾找不到第二个。啊，像黄豆那么大的舍利，2000多个。啊，像小的，啊，这个最小的，像芝麻，像米粒，啊，像绿豆，差不多有8000多。这个是人力的功夫，人力的成就。啊，不能忍耐，怎么能成就？一句佛号，念92年，8000坛。净宗往生容易啊，信心难。欧耶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往生的条件在于信愿之有。如果你真信，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，决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个条件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第二个条件，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48愿加持行人，行修净土法门这个人。啊，真心真愿意往生，条件就具足了。啊，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念佛功夫高下，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分在哪一个班级？啊，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不是天堂。极乐世界没有天王，没有上帝，没有行政组织，也没有四农工商，啊，各行各业统统没有，非常单纯。他那里面就2种人，第一个是阿弥陀佛，老师啊，其他的全都是十方世界往生到那里去的，到那边去都是菩萨。这个世界只有佛，只有菩萨。除佛菩萨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杂人。啊，菩萨都是了不起的菩萨。我们常讲化身菩萨，这个不是你修行证得的，不是，是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给你的。我没有修加持能管用吗？能管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所以你真的受用啊！本来是佛，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也是华严经上说的。
那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。啊，这三部经性质完全相同，文字广略不一样，华严经的分量太大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如果不是念熟的话，大概要一个月。念一遍呢。啊，那么阿弥陀经最短，几分钟就念完一遍。啊，无量寿经是最适中，最方便。文字不算太长，说得很详细，啊，方方面面都介绍到了。啊，如果再想详细的认识极乐世界，读华严经。啊，华严经念个十遍二十遍，回头再看无量寿经。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。你看多简单，真心、真愿、真相信、真愿意去。啊，念佛功夫不是说你多少，没有讲多少，是讲功夫。那功夫是什么？是放下。这个世界要放下了，不能带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。啊，如果贪恋这个身体，健康长寿去不了了，这大障碍啊。身心世界一切都要放下。啊，世间人最难放下的亲情要看破，亲情也要暂时放下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菩萨了，然后再回来，菩萨身再回来，没有障碍了。帮助你的家亲眷属，可以做得到啊！那如果亲情放不下，去不了了，还搞六道轮回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彻底放下，那就是有功夫了。啊，功夫分三品，上中下三品，最下的下品，功夫成片。念到这个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插班了，毫无功夫，没功夫。啊，甚至每一天像祖师说的，这工作繁忙的人，他没办法做功课，用十念法。早晨起来念十声佛号，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佛号，这叫十念法，行不行？行。这没功夫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念到功夫成片，成片是什么意思？平常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叫功夫成片啊！念念呢都是阿弥陀佛，
这样的功夫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是生同居土，是生方便土。啊，方便土里面三杯酒品呢，中下杯，啊，如果是念到四也行不乱。这个功夫就提升了。啊，事业心不乱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惑、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五种放下了，不会生起来，思惑。贪嗔痴慢疑断了，在一般法门里面，这是阿罗汉的境界啊，真的阿罗汉了。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啊，不再凡圣同居土。凡圣同居土是最容易去。啊，功夫再向上提升，就是离业心不乱。离业心不乱，跟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地位是平等的。啊，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那么他到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，这是最高的等级了。啊，好像他那里办学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最高的等级到那边去上大学。啊，事业心不乱，上中学。啊，没有功夫的，从小学念起，小学一年级慢慢提升。好啊，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凡圣同居土，遍摄十方一切刹土里面六道众生，六道里头人人有份，出生到往生的不少啊！啊，那些都是同居土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这一次的机会千万不要放过，放过真错了啊！我们一定要把这桩事情看作这一生来到世间唯一的一桩大事，我这一生要做佛了，不是假的，不是狂妄，真能做得到啊！阿弥陀佛真帮忙啊！保证书就是这部经啊！阿弥陀佛给我们的保证书啊！啊，就凭这一本书所讲的道理方法，我们依教奉行，决定得胜。啊，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，啊，什么顾虑都没有了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不是这个肉身，这个肉身是生灭身，很麻烦，照顾的很麻烦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，法性身，法性身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换句话说，
不必洗澡啊，啊，早晚也不必洗脸了，无需要啊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不需要饮食，多生死。啊，饮食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？不需要睡眠。啊，寿命呢？无量寿啊！啊，真无量，不是假无量。啊，有人说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，说得不错。有量的无量是在极乐世界修行没成佛，那叫有量的无量。成佛呢，就变成有量的有无量，变成无量的无量了，真无量。啊，所以他是真实的无量，讲得通。啊，成佛吗？啊，决定不能放弃这个法门。啊，海贤老和尚，他的功夫是渐修的，不是顿悟的。我看《永思集》，他的光碟。啊，功夫成片，25岁前后，他一定得到。啊，因为他念佛很勤快，他不中断的，真干了。啊，3年，《往生传》里面我们看到。净土圣贤录里面我们也看到了，啊，念佛3年往生极乐世界大概有一半了，啊，早年我出家的时候没多久，有一次在台北西门町法华寺讲地藏经，啊，基隆有一个年轻法师，跟我年龄差不多，那个时候都是30多岁，啊，他曾经问过我，他看《往生传》，看到许许多多的人都是3年往生，问我是不是他3年寿命就到了。我回答他，这个说法不合乎逻辑，讲不通。应该是怎么样的？他功夫念到成片，念到成片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回来找他，啊，或是在梦中，或是在定中，阿弥陀佛现身会告诉你，啊，会勉励你，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寿命，多长寿命，啊，到时候我来见你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确确实实有很多人见到阿弥陀佛就抓住不放，求佛，我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啊，阿弥陀佛很慈悲，你要真的这样要求，他会告诉你，好，3天之后，5天之后，我来接引你。这才能讲得通啊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如果想求往生，大概25、26岁他就可以走啊。
啊，他也求过，他不是没求啊。阿弥陀佛不答应了，啊，告诉他你修得很好，修得很如法，希望你多住几年，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，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。所以他是表法的，啊，这一表法的时候，把时间就拉长六七十年了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老和尚曾经跟大家说过的。啊，他叫老佛爷，就是阿弥陀佛。老佛爷不带我走，要我表法。啊，做样子给别人看。啊，告诉他有一本书。啊，这个书名字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士》。你哪一天看到这本书，我就来接引你往生。啊，所以他心里也常常想着，啊，很多人到山上去看他，带吃的东西，没有带书的。啊，2013年1月，有几个信徒，啊，带了这本书上山。老和尚一看到带书，这书什么书啊？问他，他们说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胜》。老和尚听到这个书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跟他约了，兑现了，这书送来了，啊，赶快穿袍大衣，拿着这本书。要求大家给他照相，就是这张照片。往生前3天，啊，照了这张照片之后，3天，第三天就走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。啊，这个表法。用意很深啊，很广啊。啊，为我们佛门里头做证明。这个汇集本是真经，老和尚作证的，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。啊，汇集没有更动一个字，最忠实的。啊，这个里面虽然是汇集，你挑不出毛病。夏莲老用了10年的时间。啊，最初汇集的就是这个本，我们也印出来了。这是3年汇集成功的，以后在这个本子又经过10次的修订，啊，才成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，啊，这个本子很值得做纪念，最初的本子，啊，这真是真经，经是可以汇集的，不是不可以，啊。佛经最初传到中国来，42章经，第一部就是汇集的，啊，是许多经里头合起来，便利于初学，啊，选集，啊，不是一部经，是很多经的，啊，那个时候不叫汇集，叫合。和合的合叫合经，合经就是汇集，啊，这有历史可以作证的，僧战僧里头说的详细，
第二个，给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正见，没有怀疑。他注这部经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。你随时可以看到这一段几句从哪里来的，他都挂火挂出来啊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是经中的意思，或是祖师大德的意思。正知正见呢，不可以怀疑啊。第三个给我们所证明的，我们这些年大概有20年了吧，我们依照这个经，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，这个路子没错，是正确的啊。有很多人回报，有很多人反对，老和尚来做见证啊，太重要了。因为确实有许多人对这个本子，对这个注解动摇了啊，学了一段时期，听到这些话放弃了，改学别的本子啊。老和尚是为我们做这个证明的啊。那么更深的证明，证明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48愿真有，也给我们做这个证明啊，让我们不能怀疑，怀疑自己错了。这个法门就像彭吉清居士所说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你怎么会遇到啊？你遇到其他的经典，你一生未必能成就，遇到这部经典，以信愿持名这四个字，你决定成佛。那么说到成佛，今天这一句经文，人力成就。海贤老和尚接受了阿弥陀佛的嘱咐教诲，在这个世界住了112岁，人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年岁啊。一般来说的时候，他的年岁也就是70-80啊。你看他的师弟82岁往生，他的母亲86岁，还有一个老德和尚也是70-80岁啊，应该是这个。那么他一直能够活到112岁往生，这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，不是他自己有的寿命啊。啊，寿命延长好不好呢？你愿不愿意呢？如果你真正晓得极乐世界的殊胜啊，你爸爸得赶快去，我现在就去，我明天就去，这个时间太苦了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啊？所以他知道啊，我估计他是25岁前后功夫成片，30岁左右事业心不乱，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啊。到理业心不乱，
往生极乐世界是自在的了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。啊，那佛教他留下来。啊，他留了几十年了。等待净土宗这一个劫难。这个劫难就是有一些人来批评这部经，反对念老的注解，说我们修行错了。啊，老和尚在时间因缘成熟了，都是佛菩萨安排的。啊，他走了，为我们澄清这一些疑惑。无量功德了。啊，那这个经现在没有人反对了。啊，下面你看看，念老注经，引宝云经经文佛说的，啊，每一句他都注下来，从哪里来的？所以他正知正见，不是他自己随便写的。啊，宝云经上是，与菩萨所修法，各说设法。当中忍法也说了设法，说菩萨有设法能尽于人。啊，宝云经里头，那何等为实呢？先把名字列出来，第一个内人，二外人，三法人，四随佛教人，五无方所人，六修处处人，七非所为人，八不必恼人，九悲心人，十誓愿人。下面这个十条分开来说。啊，第一个内人。啊，什么时候内人？云何名菩萨内人？菩萨饥渴寒热忧悲痛疼，身心楚切，能自忍受，不为苦恼，是为内人。内人说我们身体啊，这就是身内，不是讲身外啊。身内对于外缘举的这些例子啊，饥饿啊，渴寒热，寒的时候得不到足以保暖的衣服啊，这是要忍受啊。热的时候，像现在这个气候，有很多地方温度不正常啊，啊，热起来超过40度。这都是从前很少有的啊！现在旅行，四季衣服都要带啊！不知道天气怎么变化啊！菩萨与这个要忍啊！菩萨为了教化众生，自己要做出榜样啊，别人才会相信啊。啊，饮食不必那么多，
不必那么丰盛的。生活上如果不能够节俭，节俭需要靠人，人力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饥渴寒热都要忍受。日中一时行吗？行。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李老师日中一时，一天吃一餐的。我从闻佛法大概半年，我就把晚上这一餐断掉了。佛门叫吃五，所以我到台中看到老师一天吃一餐，我把早晨那一餐也断掉。我吃到第八个月，我再向他报告。我是有八个月了。老师就问我，身体有没有不适？这个不舒服的所在，我说没有，很正常。他就告诉我，一直坚持下去，古人说人道无求品自高啊。我们生活借钱需要很少啊，就容易安身立命，一生不求人，你说多自在啊。我们需要的少啊，但是我还比不上老师。老师一餐饭两个小馒头就够了，馒头不大，小小的，两个就够。我都要吃三个，两个不行啊。所以他一天在那个时代，每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。我一餐饭的时候要3块钱，这一点没办法跟他比。体力一丝毫减损都没有。李老师的工作量，他一个人做的工作量是5个人做的。他是孔子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。每天上班，台中联社他办的，信徒不少。我跟他那个时候台中联社10年了，联友有20万人，每天都有人找他来，他要分出时间来接见的。你说工作量多大？还有2个学校的教授，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，2个学校教授
他爱上课啊，还有人找他看病啊，他的确是很高明的中医，我们同学有病都找他，不会找别人。工作量五个人的工作量，跟他见面要一个星期之前预约排时间啊，你临时去找他找不到，他都有工作插不进去，吃也在你惨了啊。我在第八个月，我向老师报告我的心得啊，我说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，能量消耗，消耗大的，补充要多。一天三餐还不够，还要吃点心呢，消耗太大的。消耗少的，像是佛门的时候消耗少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他就是教学，讲经教学。啊，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，解答问题啊，没有杂念，消耗量少啊，所以这一点就够了啊。能量的消耗，消耗到哪里去了？我说消耗的妄念、妄想、杂念多，那个消耗能量很大。而且很快速，如果烦恼轻，妄念少，一点就够了。我这个报告老师完全同意啊，所以我这一生我就奉行三桩事情，这一生不管人，不管钱，不管事啊，我这一天就是读经教学，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心得，我干的是这个，没有杂念啊，就杂念很少。我们修行没功夫啊，就得走这个路子啊。如果有个道场，你要管人，要管事，要管这些杂物，妄念就多，往生就没把握啊。一生住别人道场，有缘多住几年，没缘少住几天啊，到处做客不做主啊，这也要能忍啊，把名闻利养身心世界统统放下啊。世间也有许多迫切需要的事情，我在讲经的时候常讲，常常提醒，希望有智慧，有能力，有财力，要发心去做好事啊。譬如最近这一年来，全世界能看得到汉学院啊，大家都非常重视汉学，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把中文列入必修的课程啊。英国就是个好例子，
他们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把中文列入第一外国语，从小都要学。啊，我听了这么一桩事情，啊，我五月参加巴黎的联合国的活动，参加完了之后，我就到英国去看看，啊，看看他们怎么学，真的是假的？啊，在英国也住了八天吧。是真的，太难得了。啊，英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，啊，所以我就提醒他们，中文要从认识汉字开始，啊，认识汉字，懂得文言文，要从这里下手。啊，《四库全书》《四库会要》，我送了几套给他们。啊，这些书都是汉字文言文写的，如果你看不懂，那很可惜啊。啊，我告诉他，中国古圣先贤，那些老祖宗留给后世，也可以说留给全世界全人类最珍贵的宝物是什么？就是汉字文言文。啊，这一部《四库全书》是汉字文言文写的。啊，你如果能够认识汉字，懂文言文，这个书就是老祖宗遗留给你的文化财产。啊，这财产有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二个，身心健康要不要？身心健康啊，自在快乐啊，家庭和睦你要不要？事业成功要不要？社会安定要不要？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都要啊，没有一样不要啊。那么能够圆满解决这问题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效果、经验，都写在《四库全书》里面。你有需要的东西，到里面去取啊，真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！啊，那么它的载体是文言文跟汉字，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学会。啊，我到英国没别，就宣传这桩事情。啊，希望大学里面开文字学，开这个课程，从说文解字学习，啊，3年到5年，能够培养一批汉字文言文的老师，日本要有人教啊，啊，能够有30-50个老师。汉学专家、文字学专家，就可以办一个汉学院，用汉学院来培养师资。这个师资全世界都需要，每一个国家都需要。我去干这个事情，祖宗之德，祖宗庇佑，
三宝加持，还有一点眉目。啊，他们的学校这个月底要来找我，研究进一步我们怎么落实。啊，这个事情重要啊。书现在没问题了，早年台湾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学术界对于这部书非常关心啊，因为在台湾只有一套啊，故宫博物院收藏，全书全世界只有三套半，有一套残废不起啊，台湾有一套，会要只有一套孤本，它总共就两套，一套在圆明园八国联军的时候烧掉了，只剩下乾隆皇帝自己书房里面的一套，现在保存在台湾，无价之宝啊！这个东西要一损失丢掉了，人类完了，眼睛就瞎了啊！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很关心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候，啊，我没人供养啊，那一部书要100多万呢，我们没有能力买不起。啊，隔了好几年，商务印书馆剩下最后一套，有一个同修要送供养给我，我说你不要给钱给我，他说你要什么，我说我想要一套四库全书，你替我买，他就发心给我买了一套。啊，这一套书现在放在澳洲金钟学院，第二次民国100周年，政府为了纪念这个，请他们这个书店再版啊，因为第一次印的300套卖光了啊，商会要啊是世界书局印的，他只印了200套。布头太大，价钱太高，越少成本越高啊，他们也很难得为国家保存文化，所以成本尽量降低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全书一套美金50000块，那会要的分量少一点，是全书的1/3，那是乾隆皇帝自己看的，特别选给他看的。啊，这两个书局重印，他们就想到我，告诉我这个信息，哎，我说好事情，我说我跟你定，啊，要老价钱，你不能涨我的价。他说法师你要多少部，我说我要100套啊，四库全书我前后在他家里一共买了112套全书，这个会要呢在世界书局前后的给他买了300套，干什么？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，这样子散开全世界，我就不怕灾难了。什么灾难不可能全部消失，总会留几套。我的目的在此地啊，啊，不能让这个东西丢失啊，世世代代要传下去啊。啊，那么现在既然看学热了，这是个机缘，有几个人能读，
有几个人能懂，有几个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，这个重要了。现在学汉字学文言文的人很少很少啊，所以我就想找学校劝他们干这种事情啊。学校开课最怕的是学生，没学生学啊，学生上学要交学费，还有生活费用。这个英国伦敦生活水平都很高啊！我说我这个社方给我的供养，我成立个基金会啊，我发学生奖学金。啊，3年到5年，我发30名奖学金。啊，那么这3、5年的时候呢，就是这30个人、30、50个人当中没有加进来的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要培养老师。中国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外国没有，但是他们能接受，这学校能接受，这个很难的。啊，中国教学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注重在自见。自见就是开悟啊！啊，这门功课叫你读，字没有念错。每年漏掉啊，什么意思不必讲，只管读，读上1000遍，读上2000遍，读上3000遍，哎，你就豁然明白了，你就懂了，你懂了之后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给你印证，你就毕业了啊。所以诸位看看学记，礼记的学记，那是中国的教育哲学啊，学记里讲得很清楚啊。好的老师啊，教学生，学生很辛苦啊，老师很轻松啊。老师不要讲给他听，等你什么时候自见了，其次明白了，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点头，你就毕业了。东方教学跟西方不一样啊，西方是知识啊，所以他需要吸收越多越好。中国是开悟，开悟啊，要清净心才开悟，平等心才开悟啊。清净心是2层，声闻缘觉；平等心是菩萨啊，心清净平等呢，自然开悟啊。慧能大师的顿悟，心清净啊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所以他一听就懂啊。啊，他把他悟得的时候说给老师听，老师给他印证，衣钵就传给他了，那么简单的。他到黄梅跟五祖只见过3次面的，8个月，他真老实，分配了这工作，对方冲米破柴，啊，他就干这个事情，啊，别人看的是做苦工啊。而他自己上上禅定啊，冲米是禅定，破柴是禅定，谁知道？他自己知道，五祖知道，啊，没有别人知道。
啊，所以传法的时候，半夜召见，啊，怕人嫉妒，怕有障碍，半夜召见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心，他悟了，啊，悟了，只说了五句话，那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，就是他的博士论文。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才艺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具足是整个宇宙全具足了，他全知道了。啊，第四句是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这就是自信本定，自信没有动过，没有摇晃过。最后一句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从哪来？自信变现的，只要你见性，全宇宙你全明白了，全知道了，自见了，不要学啊。啊，这个这一套的理念跟方法，佛教有，传到中国来，中国的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变成中国传统文化方法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啊，你看这五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无所就是行了，一波就给他了，叫他赶快走。啊，还嘱咐他躲藏起来，不要让人知道，隐居，等到缘成熟再出来。他跑到猎人队里面当伙夫伺候别人15年了。啊，15年缘成熟了就出来了。啊，自见很重要啊。你为什么不能自见？你的烦恼太多了，忧虑太多了。啊，这个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啊。那么佛菩萨跟我们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就在佛见色不起心不动念，听音声也不起心动念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能大师到这个境界，他才能说得出来啊，要不然他怎么能说出来？五句话讲尽了。那菩萨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彻悟，圆满的大悟。啊，没有丝毫欠缺，也就是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，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从哪来的？这个智慧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，没有修过，没人教他。啊，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真是智慧，圆满的智慧。啊，菩萨比佛差一等，
为什么？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大悟啊，这叫大悟。大悟不能知道圆满彻底，不能，它局部局限在一部分。啊，像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人世界讲的这些经典，大悟的人他全知道，比这个高的彻悟的他不知道啊。那么还有小悟的，小悟是阿罗汉辟支佛啊，他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就小悟啊，小悟管用啊。我们刚才讲的身心自在，健康长寿啊，家庭幸福，事业成功啊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小悟就可以做到。啊，小悟什么？清净心。我们这个经的经题后半段，清净平等处，清净小悟，平等大悟，觉彻悟，觉是佛，平等是菩萨，清净是声闻缘觉，功夫放下了。啊，我们能不能放下起心动念？放不下，为什么？起心动念太微细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啊，什么时候才知道？大乘经上佛常说，八地以上，太高了。华严经，菩萨的阶级，52个阶级，好像念书一年级、二年级。52个年级啊，它分5个阶段，好像小学、中学啊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啊。佛学的名词是心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是好比小学；是住好比中学；是行好比高中；是回向好比大学，是地好比研究所啊，等觉好比博士班，一级一级往上提升的那个最利的根性，像慧能那是一步登天的，他一下就爬到八地的位置，这么高啊！在中国过去没有啊，啊，未来也不可能有啊。这方东梅现在告诉我的，啊，慧能，特殊的天才。空前绝后啊，那个不能跟他学，他太高了，学不到啊，学不到就简修啊，3年5载开悟的，10年8年开悟的啊，20年30年开悟的都有，只要开悟地位都是平等。
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佛法的修学秘诀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什么？就是开悟，了解事实真相。放下帮助开悟，开悟帮助放下。啊，就是这两个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没有别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了，知道就要做到，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下，这个重要。放下了，它就提升。啊，提升上去，明了通达又多了一些了。啊，智慧长。啊，智慧长的时候，越放下放的越多，智慧就越往上涨。啊，这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。52个阶级，啊，最高的那是圆满的佛果。真的大道至简不难，人是成功的秘诀啊，有耐心，不推转，不拐弯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那么第二个呢？外人，云何名菩萨外人？这对外的，不是对内的。菩萨从他闻恶言骂力，回如诽谤，或回如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眷属、和尚、阿舍利、师徒、同学，或闻毁佛法身，又如是种种毁字，菩萨忍辱不生嗔恚，这叫外人。啊，这一段不难懂。啊，是别人有意无意，或者是恶意毁谤，统统要能忍受，很难呐、啊。不忍，我们的修学就全功尽弃，不能往生了。这个太可惜了啊！我们这一次既然求往生，求亲近阿弥陀佛，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，不忍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些恶人，我们是冤亲债主，这是冤的、啊，冤家对头啊！他为什么找我不找别人？他为什么回报我，障碍我？不去回报别人，障碍别人。我们要懂得三世因果。我过去生中，或者是无量劫前，曾经这样对过他。他今天遇到我了，来报复，果报啊！能想到这个，哎，一报还一报，算了，账清了，来生就不会有这个事情。
要看破啊，就能忍了。啊，那么还有一个提醒我们，佛说的，菩萨是平等法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。分别执着也不平等了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不但要忍辱，我还要恭敬他。普贤菩萨誓愿呢，礼敬诸佛。称赞如来。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，我自己要修啊！啊，要把它看作佛。佛为什么干这个事？迷惑颠倒啊！他本来是佛，现在迷惑颠倒，总有一天他会清醒过来，他会成佛。那我们把他看作个糊涂佛，不能跟他计较。啊，他怎么样羞辱我，我都接受。啊，学者一生不跟人对立。啊，别人跟我对立，我们退让，让到底。啊，让过几次，大概业报就还掉了，他就不再找麻烦了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绝不对立，这帮助你成就啊。对立就是边界，啊，这个是重要的烦恼。啊，还有成见，我们自以为是的成见，有因上的成见，果上的成见。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，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，这个都是障碍，都是烦恼习气。啊，有成见就不能够接纳别人的劝导，不能接纳老师的教诲，啊，成见不能有。最后一个是邪见，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，统统要放下。见惑破了，正小乘须陀洹果，大乘初心位的菩萨。小学一年级，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！如果身见、边见就对立没有放下，你是门外弟子，没有入门啊，还是凡夫啊，跟佛结了个缘啊！真正成佛弟子就是圣人。啊，如果这五种见惑放下了，真得大乘初心为菩萨。虽然没有出三界，他决定不堕三恶道，这叫位不退。啊，小圣，小小圣人呢，无我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无我无人。无众生，无寿者，四相离了，破了，清净心现前了，是这么个境界啊！这是好境界。我们今天走这个路走不通啊，
烦恼断不了，怎么办？念佛。别人毁谤我、侮辱我、啊、羞辱我、陷害我，念阿弥陀佛啊，通通回归到阿弥陀佛，把他看作阿弥陀佛，他本来是阿弥陀佛，心就平静啊，气就消掉了。那我们就能恢复正常，啊，就能如理如法走在道上，在菩提道上，没有走偏，没有走邪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修行要从这里开始，啊，自身遇到困难要能够。啊，外面来的这些烦恼也都要忍啊，总要让自己二六十种不生烦恼，没有怨恨，只有阿弥陀佛。前面你看到的是极乐世界啊，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，教化众生。我们要常常看这个图啊，后面这一张图就是极乐世界描绘的这个图像啊，它太好了，画不出来，所以不能设色白描啊，白描就是它好到极处，没办法画出来。啊，地狱变相图用着色啊，看得非常逼真啊。对于羞辱我们自身，羞辱我们的父母，羞辱我们的师长，甚至于不信佛的毁谤佛教，连阿弥陀佛他也回报，通通都要能忍。那他讨厌，不愿意听到阿弥陀佛声音，我们就默念不出声。啊，不惹他生气，这就好啊。啊，我们自己不生嗔恚。心平气和，正是在考试我们，我们的忍辱到什么样的程度。没有这个考试，你怎么知道你忍辱功夫不错？所以是好事，不是坏事啊！不通过考试，过不了关的，这都是来考试的。啊，下面这一条第三，云何菩萨法人，这个法是修行，佛语诸经说微妙义，诸法极尽，诸法极灭，如涅槃相，不净不怖，作是念言：我若不解是经，不知是法，终不得菩提。啊，是故菩萨勤求自问读诵，是名法人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是佛最常用的教化众生啊，讲经说法、上课
49年都是如此啊。遇到特殊的，佛认识，佛看人通三世，过去生生世世，佛都能看得出来。啊，所以知道他的底细，讲经特别契机，是这么个道理，我们看不出。啊，只是凭经验。啊，问题真的是很多。啊，所以要向老师请教。啊，遇到什么样的人才才用特殊教学法呢？特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不是对所有人的，那个人的条件，最低的条件要老实听话正干。啊，这是特殊的教学法，这是回归自信的教学法。他能在一生当中能大彻大悟啊！你看海贤这个例子就好啊！啊，25岁左右功夫成片，30岁左右事业心不乱，40岁左右。理也心不乱啊，不是老实，不是听话，不肯真干，那还得参加一般学习，大众在一起学习啊，这是特殊的班级啊，中国古时候教学，私塾教学。老师看出来的，很聪明，记忆力好，理解力很强。啊，用这个方法做实验，啊，实验有效，就继续不断让他学下去；实验没有效，再回过头来研究讨论，啊，参加分享这个班。啊，分享是每一个同学啊，先把这个课文读一遍，然后站起来把这个大概的意思讲给大家听，老师也听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读书，小学初中的时候，老师常常用这个方法啊，那个时候现在学校我就不知道了啊。这种教学法可以测验出学生的根气啊，然后教学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啊。真正从事教育工作人，他懂啊。啊，这是中国古老的教学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这个第三，菩萨法忍，我们下一堂接着这篇讲。